日本的是昨晚上住的环境哈，都在那个上面，哎，太他妈垃圾了。晚上只有5度，冷惨。那啥子巴厘坤古城，呀，来巴厘坤耍舒服了。我要是走另外一条路，走那个叫啥子？哎，古城墙。挺想看的。我要走另外一条路，走那个叫啥子？吐鲁番那边的话，都没得那么背，没得那么惨的了。那边热乎得很。那个山上都有积雪，看没？龙宫街的山都有积雪，那边好冷哦。晚上只有5度。不过我那个装备5度还是扛得住。古城墙，他妈哪个死出来？这个雨又下大了，这还让不让人玩？我操！这是巴厘坤古城啊，古城墙。这巴厘坤这后面这山上这么多积雪，确实没想到。这冬天得多冷啊！哦，那个移动电源就是那个哈。哦，那个移动电源的话。对。那个买差多少钱呢？5000。耶，那还是不便宜。他这一个贵一块的，2-3千，3-4千也买的嘛。你整那个稍微好点的哈。啊。你整那个稍微好点的。大概是新的电脑，这个。兄弟们，我也出发了，11点了，在那个古城里面转一圈。微唱。哇，这边就是雪山啊。山顶上面就是雪山，帅呀！这边是光背门，哇，它这山不高啊，上面全是雪山，太帅了。这个古城保存的挺好的，那个城墙都是老的。兄弟们，看到没有？山上下雪了。下雪了，老子要跑，必须跑过去。那边可以穿高速路一个隧道过去。嗯。下大雪了，看见没？
山上的雪，我操，壮观啊！这边是天山啊，这边是天山。这边什么山不知道？这边是国道。冷死我了。我感觉大概是从哪个位置翻越天山，那个是天山啊，那边是沙漠荒戈壁大太阳，好热乎，那边那边连太阳都看不到，下雨下雪。遭不住了，其实脚和身上还好，手太冷了，我那个手太确实太不科学，咋冷惨了，我手简直冷得都动都动不到那种感觉。那边是天山，天山，我靠，兄弟们，那个刹车已经要爆炸了。
老板来一个肉囊，自己拿是吧？来一个，来一个，大的。哦，多了一个。我都自己装了。自己装。我拿了两个，拿五个吧。啊、我付就十两，你这不是？好、哦，得让你付，让你付，哟，付个囊都。你咋？我们家你这样拿是你的命令的，他根本都不理你。七个是吧？七个。干收贵。支付宝到账十元。回到哈密了，我觉得这是我在新疆吃到的最好吃的肉囊，叫什么阿布利米阿布利米还是什么阿布利米营养浓哈密了，真的这是我吃到的最好吃的肉囊，没有之一啊，最好吃。生活在这里的人真幸福，他可以吃到这个。这个各两个多少钱？哎，大家一定要来吃这个烤馕啊！经典的不是烤馕，是我在这里换裤子。我今天从八里坑过来，穿了四条裤子，我操！再赶快脱两条。路边的菜市场啊，买了这么一袋葡萄干，啊不，葡萄。一公斤多一点，4.5块。哇，这边的水果是真的便宜。哈密瓜我不太喜欢吃。
道这是什么，好像是哈密的博物馆，这种免费参观的我肯定要来参观一下，收费的我觉得都是智商税，收费的我一般都不去了。像什么那个纳拉亭300块钱一个人，300块钱去看草原，多么牛逼的空中草原，那东西我觉得我去看了我会后悔，所以说我就不去了。堵车了堵车了堵车了，刚才那里堵车了，挺搞笑的，我看一下。兄弟们兄弟们，哇靠，激动啊，又回到了新疆之行的起点了，第一天到哈密都在那里搭的帐篷，我今天24天左右，17、18天又回到了那个起点，今晚又打算在那里住一晚上，主要是那个天山留下的那个水啊，我觉得太舒服了，那里洗个衣服啊那些好方便了，它那个水流水